你知道女生有多危险吗？老婆，老婆别闹了，跟我回家。老婆，你干嘛？不认识你。别闹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不是你老婆。这病情怎么又严重了？昨天刚出的院，怎么今天又不认识我了？别看了，跟小两口吵架，走吧。大王，吃一张了。炸弹，谁要啊？啊要不要？不要。一个酒，走了，来，大家翻倍，快快快，喝喝喝。是啊，喝喝喝，快喝快喝。小梅呀、啊，最近忙不忙啊？不，还好。那晚上有没有空喝两杯啊？米总，这合同。出去，待会找你。哎，我好像看见李总对梅梅动手动脚。哎呀，你个新来的就别多管闲事了，走走走。但是 girls have girls 不会是一句口号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对抗所有的不尊重与侵犯。救命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我这手里很贵的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然我赔你200块钱吧。这点钱就想了事儿，没门儿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直接报警处理吧。想让我朋友喝，你们先喝。不是啊，他输了，凭什么我们先喝？我看是根本不敢吧。玩牌的手不干净，这酒也不干净。太晚了。我们先走。你放开！你干嘛？我的办公室你也敢闯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侵犯骚扰女同事，你还要点点吗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在这多管闲事，不然我告你诽谤。我都看见了，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。空口无凭，今天这个事儿除了你还有谁看见？是他吗？是他吗？还是他？我看到了，而且。我确实被你骚扰过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。你们说出来改变他。Girls have girls， 让我们更勇敢。女孩就应该站在阳光里，我们皆为一体。